战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月3日，继续连线我们的战友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最近的鸡腿哥的最新动向。我们在节目期间呢，我们可以有观众呢，有我们的战友打热线进来，可以诉说你们的观点。好的，先跟草根小哥打个招呼。草根小哥你好。卡利西女士好，战友们好，非常荣幸，这是第二次参加您的节目了，谢谢您。非常感谢。这几天呢，就是细思的表演呢是如火如荼哈。您现在能不能回答我几个问题？我现在给您提问。第一呢是细思说，香港问题是现在头等的大事，不应该把精力放到争斗上，对吧？还有呢，就是细思为什么不能挺香港？您对这几件，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您请。您说那个香港的事儿，头等大事儿，不应该，不应该争斗上是吧？对啊，这个经历是吧？嗯，我想我说他可拉倒吧，他糊弄鬼呢，他这是，他之前不还说这个香港的抗议者是小痞子小混混吗？我说他要是真想挺香港，那你拿自己的钱挺啊，那谁不让他挺啊？你想挺你挺去啊，其实对不对？那有让别人拿钱挺的道理吗？我就不说啊，我就不说他拿着钱是不是想骗他，这叫慷他人之慨。这个我记得我上次节目说过细节。嗯，那个再说了，这个香港这个事儿，你说你细思，你个国安小杂种，你有啥资格关心呢？怎么着，你想搅和呀？就你那点实力，你连个鸡腿都吃不起，那个小损样，你还真以为你能把香港这事儿给搅和黄了啊？我说我想想，我说就你们那两把刷子那小流氓，那随便出来个像我这样较真的，那就把你们给灭了，你还真以为所有人都操着你们的心呢？啊，要不是说那西斯啊，你想在这儿抹黑爆料革命，我告诉你，在现实生活中，就你那小流氓那骗子的屌样，我跟你说，你连给我们战友提鞋的机会都没有。我在这儿，我再次重申一下啊，这是我的观点，就是说，在跟共产党对抗这方面啊，我们大多数战友啊，说实在的，那是真帮不上忙，因为真对抗不了，人家那是国家机器，对吧？你这反共口号喊得震天响，那有啥用啊？是不是？你支持西斯这种骗子，你给他捐钱，对吧？你就算你给他从烧鸡，你给他养成火鸡，那跟香港抗争有半毛钱关系吗？那共产党他连根毫毛也不会掉啊，对不对？那既然现在对抗不了我们战友们呢，那就养精蓄锐啊，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传播爆料革命，传播香港真相，对吧？等着那一天到来了，冲锋号角吹响的那一刻，我们所有人积聚所有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把这个中共给它灭了，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在发挥最大的作用。现在我认为我们大部分战友现在唯一能做的，而且是最安全的，那就是传播爆料革命，传播香港真相，干其他的那都是鬼扯淡，那就跟上一次您说那个共振一样，那不就送死去了吗？是不是？对，是。我觉得这个爆料革命啊，它这个道路上它有大事儿，那个有小事儿。像这个大事儿啊，那就让这个文贵和这个有能耐跟中控对抗的这个战友去做，像这个咱们的班农先生他们啊，对吧？嗯。像那些个什么搓个垃圾啊、掏个大粪呐、啊、铲个狗屎，这活儿呢就交给我了啊！我不嫌他脏，那细思那亚当这两泡狗屎，就交给我给他铲到这个粪坑里得了啊！这个另外啊，这个战友们应该知道，那香港的战友们为了香港的事情，那每天都能忙到几天，那是拿命在拼的，对不对？那国内的香港的战友日日夜夜拿命拼着啊，需要你们在这装模作样瞎操心吗？你不就是想骗俩钱吗？对不对？你不就是想获搅大家搅和啊，转移大家视线吗？你觉得可能吗？啊，你这小王八西斯啊，还有亚当，能饶了你们吗？谢谢 ，over。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继续问您，就是最近呢，细思一直在说，他比较委屈哈，比较这个受了委屈，但是呢，细思这些年打了挺锅的名义，这些年骗了很多很多的战友，很多很多的人，他的骗局被揭穿以后呢，有的人还对就是非常的感情有些受打击，对此你是怎么看的？你有没有关注这个细思的节目呢？您请。好的，谢谢。那个，我当然看过这些西斯的节目了，我甚至我之前还给他打过赏呢，那又怎么了？可是，对不对？他西斯他不是得脑癌要切除了吗？对吧？我就当这个赞助给他买棺材板了，就西斯那小王八那身子板，我跟你说，就给他买个装烧鸡的盒就把他埋了。我们天天喊这个反共啊，反共啊，他西斯这个亚当，他不就是共产党吗？那连做事的那套路，大家观察一下，那一模一样啊，对不对？你看这中共他不敢跟美国直接叫板吧，对吧？他细思敢直接跟爆料革命叫板吗？他敢跟郭先生直接叫板吗？到现在为止，他能不知道这郭先生是照妖镜，他们不害怕吗？对吧？他们不就是玩点阴的，搞点渗透吗？对不对？你到现在眼看着中共要完啊，他敢跟美国开战吗？到现在为止，那还不是教唆着他那帮那个什么怂哥们儿、烂弟兄，什么中东的那几个穷国张牙舞爪的，对吧？给美国添乱。他们中共他们也知道自己早晚都要死，但是呢，这能拖一天是一天，这就是现在中共的策略，对吧？大家都看在眼里，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儿，那你再看看这细思这王八蛋，他是不是一模一样？你自己不敢说啊，你不敢直接挑战爆料革命，你就糊弄你那几个托儿四处造谣抹黑爆料革命，抹黑文贵是吧？啊，说回来啊，他是细思啊，我还真小瞧他了。我一直想着吧，就他那样的货啊，天天那冒坏水，冒的脑瓜都寸草不生了都，那瞅着跟个驴粪蛋子似的。我想着这谁能看上他呀？是不是？说白了，他连民运的骗子都不如。虽然他们都是臭要饭的，但是人家民运骗子啊，在之前没有爆料革命的时候，人家还能骗来钱呢，对吧？你细思，2012年不就开始骗捐了吗？你不是牛逼吗？咋没骗成啊？2012年啊？我想问你，我想着这样的货连个臭要饭的都不如。那肯定，那打一辈子光棍啊！那肯定得，我真没想到，我没想到他还有老婆孩子呢。那现如今呢，他等于是扛着爆料革命的这个旗号，是大骗特骗，对，不但骗财，这还能骗色呢啊！现在还能骗色，这个在当代华人界啊，这一提起来，咱们这个爆料革命的战友，那都是认为那是中国人的勇士，对吧？战士，那是英雄。他们这些伪类啊，像细思是不是亚当他们这种，他正好就利用了这点儿来欺负啊，欺骗我们这善良的女战友。这个爆料革命啊，大家不要想着他仅仅吸引的就是他全世界这个有勇气、有正义感的有识之士啊，他同时啊，他吸引过来一大帮子，就是像亚当、这个细思这样一大帮子臭要饭的啊、臭流氓、烂狗屎全来了。为啥呀？因为爆料革命的战友啊，那说白了，大家都是各行各业的那个这响当当的人物，那又有钱，出手还阔气，他这把爆料革命这面旗往身上一裹，那不是要啥有啥吗？对不对？要啥别人给啥，再加上这个之前1月1号那天，我看文贵先生直播的时候提起来这个事儿的话，我这眼泪其实都在这个眼眶里打转，对于他。啊，一直在鼓励他，然后一直在提他。他的信任不就是文贵先生一手给，就给他捧出来的吗？对不对？他自己他有什么信任呢？对吧？他有什么信任度可言呢？他出去来，他估计10块钱他也借不来啊，对不对？靠他自己的话，还不是靠着爆料革命吗？这个爆料革命啊，这个，说起来就是我个人来说嘛，我啥也没做啊。说实在的呢，我就是指望着。这文贵先生，这爆料革命他胜利了，我好回家，让我的家人能够感到安全。在这个时候，谁要是敢诋毁、挑战爆料革命，
有这么多战友啊，当然他们是不可能有任何机会的啊。但是如果因为他们的搅和，导致这个喜马拉雅到来那天迟到哪怕0.01秒，我都一定要灭了他。我认为啊，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真正挺爆料革命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啊，我相信这个各位战友和我一样，这么多年这两年多以来这个看太多了。这第一类这种战友是那种胸怀大义的人，他们是为了理想参加这个爆料革命，无私无我，这个甘愿冒风险。当然我呢，那个我不一样，我是属于第二种。我不知道第二种有多少人啊，反正我是属于第二种。我是属于那种啊，既没有文化也没有理想，最关键嘛还自私自利的人啊。我挺这爆料革命，我可不是为了郭先生，我更不是为了战友们，我只为了我自己。这个爆料革命等胜利了那天，那赚钱的机会那不大了去了吗？对不对？对，我用这3年在爆料革命学到这点皮毛，你说我回家我搓个垃圾是吧，我卖个菜，我卖个水果啥的，我跟家人踏踏实实过一辈子，对吧？对，这个时候要是谁想灭了我的生路，阻碍了我回家，威胁我家人的安全，我就跟谁玩命，我操他大爷。好了，谢谢。哎呀，说的是非常的肺腑之言，说的我心潮澎湃，我都想有点流泪的感觉。是的，我们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是为了能够有个安全的，能够安全的环境，能够回家，特别是你说回家那个，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已经多年没有回家了。我也希望我们等到爆料革命实现以后，实现自由、民主、法治以后，我们大家都能安全的回家。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呢，我还需要问您，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西斯一直在他的团队以及他的所谓的欺骗了的这种支持者，他说很多的人不敢上他的节目了，因为怕了。您对此是怎么看呢？您请。害怕不敢上他节目是吧？嗯，那他说的没错呀，当然害怕了，那怕再被他骗呗。对，那谁怕他背后的那国安的威胁呗？是不是？你细思个王八蛋，你逮着好人骗一次、骗两次不够，你他妈还想骗一辈子呢？这是啊！另外，你少他妈在这装弱势群体啊！你别看他是个国安的小特务细节，但是我跟你说，有整个中共的国家机器在给他撑腰呢，他可以为所欲为，对吧？他是安全的。我们所有人，我们爆料革命，包括郭先生，我们才是那个弱势群体，好吗？对 ，over。嗯，非常非常的好。最近呢，就是大家对西斯呢，分别就站在两派，一派就认为西斯，你看，这郭先生对你那么好，郭先生，这个把你一手培植起来，去捧你，让你成为网红，你也打着爆料革命的旗号去偷偷的做事情。还有一派人呢，就是就认为西斯受了委屈了，西斯一直在挺郭，但是呢，就是我希望那些被蒙蔽的、被迷惑的战友呢，去仔细的去我们的公媒体看一下关于西斯的这些资料，因为西斯不只是今天才开始的，他已经预谋已久，这几年他一直在打着挺郭、挺爆了革命的这个旗号，蹭郭先生的粉，然后呢，做在自己的自私自利的事情，甚至呢，还跟某些国安勾兑，某些海外的喉舌勾兑，这些都是被迷惑的战友所不能够去看清的。另外呢，就是沉默不语，不说话。可能因为感情可能因为其他原因一直沉默不说话。在这里呢，我希望我切身的体会呢，我希望就是现身说法的跟大家说一声。在东京报协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也有点吃惊，那个事情发生非常的突然，因为出于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是对这种外表的迷惑，认为袁弘斌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学识的人，什么向林是一个实干家，所以我们才就是感情上不能接受。但是真正的认清了这2年来
这些妖魔鬼怪的表演呢，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练就了一个非常沉稳、非常坚毅的心。我只挺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呢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在这种暴力革命中呢，如果一个人叛变，一个人走向中共的那边，那么对不起，你无论如何，你就算是我的亲生父母，我跟你也绝对不能同流合污，我跟你绝对断绝关系，因为我要追求我的喜马拉雅，我要追求我实现自由、民主、法治，而且我发心，就像昨天文贵先生所说的，发心为这件事情去做，付出再多也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不在乎结果，只在乎你的初衷，这就是我奉劝我们的战友的那些。哎，有这个热线打进来啊，我来接一下。哎，你好。哎，小丽热姐，线哎，打进来，行吗？来接一下。哎，你好，您请。哎，你好。对，我把背景音关一下。好。我刚才给细思鸡腿打电话了，开始是打不进去，然后我在底下就是给他打字，我说你把我那个电话是不是给屏蔽了，是怎么的，能不能打开？然后我再打了几次就有那个打通的声音了，后来打通了，他说不是那个给你那个电话给关了，他是说这不是有嘉宾打电话吗？这明显的就是一个假话，因为之前也给他打过，就是有嘉宾在上面，你一打他也有电话通的那种声音。现在我打的是没有，后来他看到我留言了，给我打开了。我说了，我提前说，我说的我不会骂你啊，一个字，我也不会骂你，因为你骂他，你还没等说什么了，他给你挂了，知道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去那个喜马拉雅大使馆找员工要那 IP 是怎么回事？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他说这个是那个私事儿啊，是什么的？他蛮可以说，我没做这个事儿，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原因？他就觉得我这私事，这是你的私事吗？这个，你找那个喜马拉雅员工要 IP 地址，这是私事吗？对吧？不可能吧？然后我又问他，我说你之前挺过，所以说我才给你打赏，才跟你那个打热线联系什么的，有个互动。我说现在又那个为什么不挺过了？他也是没能回答，所以说就明显体现出这个人就是心虚了。现在是以前按照他以前的那种这个语言的能力，他蛮可以回答我嘛。对吧？他居然我问了这两点最直接的问题，他就不能回答。所以说这个人就是说话，就现在已经就是漏洞百出了，就跟他现在的那个脸色气色一样，有点灰头土脸。所以说他这个做的事儿和他的这个外表现在的这形象都是一致的了。他这之前说这个能帮这个香港买药什么，就真是个噱头。他就利用这个，利用这些个事儿啊，就是给自己续续命罢了。然后继续再骗一点儿，维持一点儿，能维持一天是一天。他也就是这样。最后我说了，我说你就是吧，我说我是挺郭文信，不是文信啊。我说你听清了，挺郭文信。依然在挺过，我说你现在就是不挺过了，我说的，等哪天那个七哥给你，对吧？走法律渠道给你起诉了，然后你就是，我说希望你还是存在，你不是说的那个会有那个水落石出的一天吗？我到时你别消失了，我也真心希望你别被共产党给你被消失，我也不想你自己走丢了，自己给自己给消失了，啊！他说谢谢，所以说，我还没说什么呢，他就已经就是这种这意思了。所以说，我觉得他就是之前通过就今天的这个我跟他聊了这么几句话吧，就说明他之前的那个对爆料革命的态度，然后就是说他想达到什么目的，
这是真的是就是一个体现。刚才我听那个草根小哥也在了。对。草根小哥，你有没有什么那个话需要问我的吗？因为我一个人讲话好像本来讲话就是这个口才不太好，所以说我还想问问草根小哥，对我这个有什么那个要说的吗？哼，我这正好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您说的时候我想到了，就是刚才您也提出来了，我发现这个伪类啊，他们有一个共通的，有一个这个、您能听到吗？在给您提问，您听不到是吗？对，我听不到啊。哦，听到。没关系，我转述给您吧。好。是这样，细节就是他们总是有一个说辞吧，就是我经得起时间来检验。哎，经得起时间来检验，就这个挺忽悠人的啊。对，是。我想听听文心大哥的。文心大哥，抱歉抱歉，刚才您说的话，也是在没声音。现在呢？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我刚才只听到了“文心大哥”四个字。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麻烦您再说。好。关于这个西斯呢，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他让时间来证明。您认为他说的这个让时间证明是怎么回事？您请。他说的让时间来证明，我这个哈，当时我连想都没想，就是说我也没回答他。现在我在这儿回答您。嗯。那听得到哈？听得到，您请。就是说，他这个明显就是一个托词，能证明什么呢？你说能证明什么呢？肯定能证明他自己就是死路一条，前途无量。那个量，前途无量，就是前途没有亮光的意思。那个量，不是说他那个有前途，他前途肯定就是一片黑暗，就完了。所以说他就不加考虑，让时间那个说明一切，这就是一个托词。给自己就是找一个好的理由，什么说不出来正式的一个理由，就用这个词来给自己打打气罢了，让别人一听啊，这个并能忽悠一些个这个傻瓜们，你说真傻瓜假傻瓜他都是用这个词就忽悠一下罢了，应付一下。我有一个个人的问题哈，我也要问一下您。既然细思他打着香港的就是支持香港的名义去搞募捐，也骗了很多的人，很多人给他募捐，但是你看他自己的推特上啊，并没有去挺香港的这些内容，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文心大哥？这个百密终有一疏，百密终有一疏，您听得到吗？听得到，您请。哦，好好好。就是说他一直在做的这些个想骗这个大家的这个事儿和这种想法，然后呢就是我什么他又说什么那个买药啊，然后那个捐助给这个香港人啊，他就是这事情也挺多的，所以说他就是从推特上没有这个转发这个这个传播这个香港这个真相的一些个推特什么的哈，嗯，他这也是一个陋巷罢了，就是一个陋巷，嗯，所以说，你像他油腔滑调啊，这你想咱真正的挺国战友或者是发言或者是做频道的，有多少油腔滑调的？你幽默归幽默，他那就有时是真是油腔滑调。有一次我听他的直播，有嘉宾问他，哎，这个站桩是从哪儿弄啊，或者是能不能帮着申请啊，就怎样申请什么的，嗯，他说了一句什么呢，哎，我对他就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说的，嗨，这个站桩啊，他怎么说的，他说这站桩啊就是个装逼，他这样说的，居然这么说，太可恨了哈！我跟您这么讲啊，嗯、这个我当然我是查不到这视频，那要查得再好久好久了，嗯、肯定有，绝对有，嗯，也许在下面的这个观众听众，应该是有记忆力或者是听过这个事儿，他绝对是这样说的，100%，我就用路德的100%这样说，
他说的穿战装啊，嗨，这就装逼，绝对有这句话。那他自己这不是打自己脸吗？自己啪啪的打脸，他自己也是穿着当时穿着战装去做节目，当时他就穿着了在做直播嘛，然后底下的观众问的嘛，他说哎，穿战装啊，这就是装逼。他说的后来又说穿不穿你不是也是那个那个反共嘛。所以说他这里面啊，就是说话以后你对战装你这样讲，你不尊重战装，实际上你就是对吧，有点要带风向了那阵儿，他是对吧。咱们这说尊重战装，咱们是真心的尊重，不是说那个中共像那个谁董卿爱国说的那个，你们孩子要是要爱护生命一样爱护这面国旗，那跟那个是两回事，对不对？对对。好，刚刚有一个热线打进来，我能接一下吗？文清大哥，您还需要说什么吗？我先挂，然后我继续看。好嘞，谢谢。好嘞，再见。好嘞，谢谢。再见。哎呀，这个细思呢，总是拿自己的毛戳自己的盾啊！草根小哥，你来先跟大家聊一下，我看到这个很多的热线啊，我来看大家。您请。好的。刚说到就是那个像细思他们，我觉得他们总是说经过这个要自己能经得起这个时间的检验。我刚听那个文信大哥说的非常好，他们无非就是一个没话找话的一个说辞，就跟流氓一样。同时呢，我认为啊，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套路。说白了还是共产党的招啊。大家看一下啊，现在的中美谈判每一次面临谈崩的时候啊，这个马上要这个中共要完蛋，这个事情要败露的时候，他们用的什么招，对吧？钱，哎，这个事儿一定钱，哎，只不过是再等几天啊。本身我答应给你500亿，到一个月之后我给你1000亿，对吧？两个月之后给你10000亿啊。我这个是不是我也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啊？我带着这个习近平亲笔信让你看，我这100%真的，到时候这个事儿一定能完成，对吧？他第一是这个事儿，他就是压根儿啊，他也就没想着能经得起检验，对吧？就是流氓，就是信口雌黄那种。其次呢，他这里面还藏着一种非常歹毒的一个计谋，就是说我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那你得检验我吧，是不是？对，那这么长时间，那个我到明年我才能进监狱，对不对？那细思到明年这脑癌才犯了才挂，对吧？他到明年才进监狱，这个官司。那我这一年是不是还得跟着他听啊？我还得检验他吗？对，这是非常毒的一个。有个热线打进来。哎，好的，谢谢。喂，您请，喂，听得到吗？喂，有声音吗？喂，哎，好像断掉了。断了。您继续。好的，那个我刚听您说的就是说，经历这个细思啊，他这次事儿，然后出来的有些这个奇怪的现象，然后还有某些这个之前曾经挺过的人士说话都阴阳怪气的，出现这种情况。是。他其实昨天吧，我听这个郭先生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这个细思啊，他们这次这个蹦出来这个事儿啊，他真是个好事儿。他的那些个你别管是同伙啊还是托啊，他们一下子这一次蹦出来不少呢。我看这个说话一个个阴阳怪气的都是。你这爆料革命啊应该这样啊，你这个爆料革命啊他不应该那样啊，这个不应该得罪啊，那个也不应该得罪，你滚滚滚滚，你赶紧给我滚蛋，要说这种，对吧？你当我们他妈拿全家的命来这儿交朋友了？哎，你好，哎，草根小，你好，你好，你好，我先等一下啊。好，哎，你请说。你好，主持，哎，草根兄弟好。好，您请说。喂，你好，你好。哎，
草根兄弟的声音特别好听，好像那个骆驼祥的声音，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哎，是这样，我觉得细思今天他的直播我通头听了，我觉得他非常非常非常恶劣吧。我觉得他的危害性对，无论是对爆料革命，还是对文贵兄的这个这个信用的危害非常非常大。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国内，真的太多，假的非常少。所以说，国人，尤其是国内的、国外的，好多好多华人对真的东西都是存疑的。你好像，我打个比方吧，就是国内来的人，不要看他装，他的穿着，你看他的眼神，你就知道是从大陆过来的。他们的眼神也是怀疑别人想害他的那种眼神，因为他们就是说周围都那种不确定感，没有真的嘛，他就怀疑一切，所以说就是，是真是一种悲哀吧。所以说，那个这个鸡腿潘他就利用这一点，尤其是他从内部出来的人嘛，所以说他的危害性会非常大，因为。国内的战友包括那些不明真相的，他就是一听他的话，他就会直接对这个文贵的信用，对这个爆料革命的信用，包括对法治基金的信用产生怀疑，再加上他们那些托的推波助澜，包括今天他提了好多，包括对您的节目也提了，就是语带讽刺，还有他也说了，说文贵啊，你可以，他没提文贵的名字，只是说你可以用，开着爱马仕啊，开着大游艇，开着大飞机来挺香港，说的非常恶劣，这是一点。第二点，他的漏洞吧，就是已经非常多了，包括今天那个有个 DT 那个挖掘机又挖了一个料。就是他的筹备小组有几个成员都是，博讯就是推荐的一些所谓的民运分子。哦，对，这个料我觉得大家可以进一步挖下去。我觉得他背景已经证明他很不单纯。这不就是、这不就共产党吗？博讯跟博讯。对呀、就和吴征不连到一起了吗？所以这小子很不单纯。而且吧，他从他文贵昨天报的，就是说他要做什么云服务啊、大数据储存啊，他这个资质、他这个资金、他这个本事，他能做吗？这不明显是忽悠吗？对，我觉得不单纯是为了钱的问题，他的就是他背后的动机非常值得进一步挖掘。这是一点，还有他所谓的那个什么借钱的动机也不单纯，他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钱，他就是想污名化这个法治基金。嗯，他和这个龚小夏是一个套路，对吧？而且他参加了爆料革命这么多年，他也看到了这个东京报协还有这个谁呀、郭宝胜啊、夏业良他们的下场了，可他还是这个飞蛾扑火。我觉得他背后他有他不得不做的这个动机，或者说他有更大的这个利益可图，给他几百万他就敢这个就是舍身去，就是飞蛾扑火，对吧？对，是。包括他做那些视频漏洞也非常非常非常多。上次节目我也跟你说了，我觉得他包括今天他就还是继续做，包括昨天他的视频他突然删掉了，说是有所谓的这个侵权问题，我觉得是个托词，根本没有什么侵权不侵权嘛，他也没播放什么歌呀，他也没播放什么录像，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忽视它的危害，而且大家一定要清醒，就是说它的伪装性特别强，它的唯一利用点就是欺骗性的一点，就是利用国人怀疑一切的这种弱点吧，
来抹黑，来碰瓷儿，来自残，通过自残来这个抹黑这个文贵兄弟，抹黑法治基金，抹黑爆料革命，这个动机非常非常恶。嗯，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草根小哥还有主持人有什么问题吗？草根，你需要草根小哥？我这儿没有了，谢谢。哦、好。我刚才一时没缓过劲儿来，因为我知道我这接近两年半嘛，我认识细思哈，我知道细思最早的时候是拿了文贵先生的钱，我当时对他的印象呢，就只是感觉这个人比较贪利嘛，比较贪利，比较耍小聪明，但是呢，这个爆料革命各色各样的人，他只要挺爆料革命，挺郭先生呢，这种个人的细节呢，也不再去太多的关注，因为他毕竟在挺郭嘛。刚才您说他，您说看到 DT 挖了他的这个料，居然跟博讯啊，跟吴征连在一起，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相信，很多的跟随他、支持他的那些战友们，还有我们所有的战友们，像我一样，都是很吃惊的这个事情。就是一旦知道他这个事情，他的真面目以及他的所有的谎言，这不就暴露天下了吗？所以我相信那些真正的战友，如果听到这些的话啊，去看 DT 先生的这个帖子的话，那么真正的战友会回归我们的爆料革命的队伍里来啊，就不再去信任细思的谎言和他的这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这种做法。您是这么看吗，文信大哥？我是文虎，是这样的。文虎，文虎，文虎，不好意思。没事，草根小哥的声音我听不到。我想分享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确，首先我们的一致目标是反共。嗯。第二呢，就是说，鸡腿潘不是简单的贪钱的问题。嗯。他的这个动机，他背景并不单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还要继续要揭挖这个鸡腿潘的他的真实动机和他的这个背后的目的吧。因为他从立法治基金这个他的这个从他的这个什么吧，他自我的这个本事，他自己的背景，包括他的目的，都没有可能性吧，对吧？而且他有一个团队，这么大的事情他都没和文贵通报一声，商量一下，请教一下，这本身就非常不合情理，对吧？而且包括这背后这前前后后发生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在反共的同时，一定要继续追踪后续的发展，大家拭目以待。我觉得这家伙比郭宝胜的这个危害性还大，是还在，而且他还在负隅顽抗，非常恶劣。好吧，卡利西小姐，你的这个节目非常好，希望把它继续办下去。谢谢，你也辛苦了。啊、谢谢。还有就是麻烦您把尽量多的联系方式就是放到你的网页上，让更多的战友可以及时打进电话来。嗯，我的联系方式在这个屏幕的上方啊，有这个热线电话和这个 Skype 的这个账号啊，大家可以想要进来说话呀，要想说什么的可以打这个电话。嗯，谢谢文虎大哥。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还有其他的方式，你像 Line 呀、Stream， 还有WhatsApp， 我会都可以加。对，我会逐渐的把这个全部加进去，好吗？哎，好，谢谢，谢谢您的支持，再见。谢谢，谢谢。哎，一切只是刚刚开始，大家加油，拜拜。好，加油。哎，草根小哥。文虎大哥打电话说了几个，比较新的这个对关于细思的料哈，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是这样的，那个细节就是，其实啊，这个细思这个料啊，包括文虎哥刚说的，包括各位战友爆出来的，都已经怎么说，他就各方面就是这个事儿都昭然若揭，都完全都是已经明摆的。摆在大家眼前的事儿了，我想这个东西，
我觉得都不用过多的去解读。对，我想说的呢，就是说，因为我这人吧，就是你想，就是包括文贵先生也好，包括我个人做人也好，嗯，我们肯定是先做人后做事，对吧？对。如果说他这一个人他有问题的话，那么我相信他做事的话，我肯定不会跟他合作的，这是百分之百的。对。啊，他主要一点的话，他现在来说的话，他慷他人之慨，同时他借助这个法治基金这个。借助爆料革命这个名义，出来骗钱这个事儿，这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嗯，对。然后呢，他等于糊弄了一批啊，有他的托是吧？有他的同事什么的，对不对？国安的同事、同伙啥玩意儿的，嗯，然后一块儿出来，然后继续在这造谣、颠弄是非，对吧？嗯。嗯，你说你这说的那个啊，我看有些人这样说啊，然后。说这个爆料革命之间都是朋友，都是战友，你不应该得罪这个，不应该说那个，应该包容这个，包容那个。要我说，这种人赶紧滚蛋啊，赶紧滚蛋啊！希姐，这点您应该是非常清楚，因为您是老战友，您对这个支持这个爆料革命时间很久了，我们都知道，对吧？嗯，看到很多妖魔鬼怪了，嗯，对，是。但是呢，我们真正的战友，您应该清楚，我们哪个不是拿他妈全家的命来这儿？我们拿全家命来这儿交朋友来了，对呀，我包容这个包容那个，对呀，谁认识你是谁，不得罪那个，嗯，对吧？你谁呀？我包容你。我们来这儿唯一的目的就是挺国反共，对吧？挺包容。那交朋友的事儿，那放到喜马拉雅胜利了之后，你想怎么交怎么交，对吧？你再交再多都没问题。那现在说这些的，我认为那全是扯淡，那带风向的，对。对，我建议啊，就像这样的人啊，战友们见了，那直接就让他滚蛋拉黑，那就完事儿了。对，草根，我这里还有一个热线电话，哎，我来。哎哎，好嘞，好嘞。哎，你好。没事。哎，嗯，怎么挂掉了？又挂掉了，有一个热线，可能他的信号不太好。您继续，嗯。草根，您继续。哎，好嘞，好嘞，好嘞。他现在啊，就是。其实吧，这个事儿它已经结束了。嗯，你想想，这个细思啊，它之所以生存，它就是属于那种寄生虫似的人，对吧？嗯，它等于寄生在这个爆料革命身上了，寄生在郭先生身上了。嗯，才有人去支持他，有人去关注他。哎，在哎，又打过来了吗？打过来了。哎，那我等一下，好吧？哎，你好，听得到吗？喂。喂，哎，你那边好像没声音哎，你那边没声音，啊，好像没声音，你那边扬声器显示是关闭，嗯，他那边是没调试好，哎，您继续，草根小哥。草根在吗？好嘞，好嘞，哎，希姐。嗯，那就是说他这种寄生虫啊，应该是文贵爆他料是在12月30号还是31号？我给忘了，是不是又来了？又来了。嗯，好，您先试试啊。啊，您继续说，他这边好像没声音，我估计他的是，嗯，他的，我知道他的原因了，他那边手机没有打开他的麦克风。哦，我这边显示，okay，好，没办法，您继续说。他是在12月30号还是31号？那个文贵在爆他的，就是揭穿他这个事儿那一刻起啊，嗯，他已经晚了，可以说是他已经晚了，做到头了。对，你说咱们做不做这个节目嘛？那他跟他完不完蛋，就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哎，对，嗯，你本身你寄生在人家文贵先生这儿，人家就把你给踢了之后，你还有什么活的，这个余地，就根本就不可能了，没有生存的余地了，是，对吧？是，我们就算不骂他，他也是这样，嗯。但是呢，他现在带来一个风气，就是他那些听得到吗？喂，你，哎，草根小哥，哎，您请，哎，听得到？喂，我听得到，你那边听得到吗？听得到，您请说。哦，可能刚才的，可能刚才的门关着吧，现在门开了好一点。对，好。你有什么话您就讲。
喂。哦，那我讲的其实就是我也听得见吗？听得见，你继续。其实我就是想起来以前那个赖三星，他的公司在厦门吧，其实原来他原来是泉州的。其实说起来，赖三星的那一次是光复华夏的一次很好的机会。他最后为什么被引渡，就是被这帮垃圾给忽悠了，知道吗？赖三星。对。那个是十几年前的事，赖三星就是我们泉州人知道的，反正原来是泉州人的，他最后公司是开到厦门去的，这样的赖三星。是至于那个看到说他是什么黑社会的，喂，您继续说。信号不好，我们这位战友还是被就是被这帮垃圾给忽悠。嗯，我们这位战友好像是在国内内地，所以他的信号很不好，现在就断掉了。嗯，你继续说，就是说。这个战友呢，他说起来这个赖昌星的事件，就是海外的这些垃圾呢一直没停止过对这些对这些人的这些伤害哈，对逃出来的这些人的伤害。对，嗯，继续。但是这个细思这事儿吧，比那个赖昌星那事儿还大。怎么说呢，他虽然现在是死了，但是说他那帮国安同事啊，他那些托啊同伙啊现在全蹦出来了。对吧？对，虽然也没几个人吧，但是说他带带风向，多少还有点这个影响。就等于说现在这个细思啊，他等于说是死而不僵。对，咱们呢做这个节目呢，就是以后呢，我在这儿可以跟观众朋友们、战友们说一下。以后啊，细思他不管说什么啊，那些什么邪门歪道、歪理，对，我们都在这个节目里面给他来一个大揭底，好不好？谢谢。好。今天呢我们也差不多了哈，有接近一个小时了。有场外有几个电话呢也没接进来，也没办法。反正无论如何，我们最近呢就是一定要协助郭先生呢把这些奇民贼打趴下，因为郭先生为了14亿人已经付出太多了，付出财产、生命安全以及所有的精力。那这些逮住他撕咬的这些狼心狗肺的白眼狼，在他的周围，我们大家真心挺爆料革命的战友，一定要给郭先生一个助力，那么就是能够尽力的去清除这些垃圾啊，这是我们真战友去做的事情。场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有一些就是连线的，又接进来。这个顽童大哥有没有想要补充的？顽童大哥在打的热线。顽童大哥你在吗？我说就是那个刚才他们说的那个那个信息，就是说他的那个不那个成立的委员会里面的名单的话，如果是真的是，我希望你们下一次的节目里把这个名单给大家公布，让大家看清楚那个是到底是。这个东西以事实为依据，拿凭据来说话，我觉得这样更好一些。好，谢谢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到此为止，我们继续观察这些起名贼的继续表现，好吧？好，谢谢战友们。我就是负责掏大粪这活了，谢谢，谢谢战友们。那个细节，我最后有点话想说。您说。啊，我想着啊，这西斯啊，他大爷的，天天跟那几个托儿。在那一唱一和，这眉来眼去的瞎逼扯淡。就我说细思，你丫那个不是冤吗？对吧？有种的啊，来上我们的节目啊，回答我几个问题，你敢吗？啊，另外啊，别说我欺负你，你带上你那几个啊怂哥们儿、烂弟兄一块儿上啊，什么当鸭呀，什么鸭当，还有什么，一块儿你都带上。啊，省得我们浪费时间，还得再做节目搞他们，是不是？战友们时间都挺宝贵的啊。对，直接联系我，草根小哥。哎，不对，别人谁都可以这么叫，那你们不行啊，你们得叫爷啊，找你根儿爷啊。你们知道怎么联系上我啊？放心吧，你们来我们节目，我保证不打死你们啊！哎，不对，我保证不骂你们，好吧？
就这样吧，姐。好的，非常好的战书，也希望那些看我们节目的那些战友们去支持西斯的战友们呢，去给西斯传这个话，对，希望西斯的他能托。够对，敢来这里说真话，敢来把真相抖露出来啊！我希望那将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台戏啊。哎，曹根小哥，好的，好的，啊，好谢谢，好，就这样，就这样吧，好，啊，再见啊，大家再见，哎，谢谢，拜家人拜。再见。